就是烤灯架喽。这安怎买？你是摸火锅？我台北的，台北的，这样的难度。什么意思？哇 ，fresh durian from Thailand。哦，我只有这颗啊，刚用冰糖塞呢。哦，哦，你买多少？姑姑买多少？你买多少？这样三百多。哎呦，这样三百多了。三百多，不可能的呀。你再吃啊，三百五十克，我爸。他剩三百五十克啊。行了，你别送啥。卖菜鱼的。会变啊很亏，变啊很嘞。有，我蹲落卡。好麻烦。哦。你礼拜来录。好吃哦。我顶早来讲好讲。